乐意，苗苗，乐意来，尝一尝小红果汁儿，这叫枸杞。乐意还有点不情愿的跑了，苗苗下来尝一尝，我给你放上去。枸杞非常有营养的食物，对，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，保温杯里都放这个。茶叶配枸杞，幸福属于你。苗苗竟然还能甜甜，苗苗可吃的食物不是很多，除了猫粮就是冻干儿。这个如果你要吃了，就简直是个奇迹。好了，你不吃给别的猫了，啃脚丫的这谁？果果。果果来，别啃脚丫的了，这是枸杞。你也放弃了品尝，嘎的，我看看嘎嘎的哥哥吃不吃？嘎的还没到泡枸杞茶水的年龄哈。你啥情况，苗苗？还有点感兴趣似的。你姥呢？哎呦呢？苗苗咋了呢？苗苗你试跃跃欲试了2次啊？找找哎呦，没找着哎呦，算了。直接上楼，3只天猫，2哈3哈，2.5哈。哎，你又咬红眼睛，谁都咬的跟玩儿。灿灿，灿灿，你去，所有冒充灿灿的都给差评。这儿亮一些，尝一尝，滴滴香浓，颗颗珍贵的枸杞。就看你们。懂不懂品尝？这枸杞是酸甜儿的，而且甜度大于酸。你看，李宝是不是在吃了？推进一些，吃就是光明正大的吃，别鬼鬼祟祟、偷偷摸摸的吃啊！哎呀，大灿灿，哎，灿灿要下楼哦，那我批准了，来来，灿灿，去吧。我这个去，那家伙太快了！灿灿，你咋不下去了？彩灿，你看啊，又上来一个儿子，儿子遍布楼上楼下。这是谁？这是宝宝吧？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这你瞅着，你个贱嗖嗖的，这要是多几位摄像，你无耻的表情和行径，那就展露无余。吃吧，彩灿。酸甜可口的枸杞，简单的美食就不需要简单的烹饪，那直接就吃。这个现在是开袋即食的。你下去吗？有点不愿意，刚上来就，胡英军又来追你来啦。这个2哈3哈确实，哎呀，你咋了，李宝？进来吧，李宝。去，上来不？不上来别叫唤了啊！路易下边不有水吗？上来，你也没吵架，口渴了？我下，枸杞，你是中老年猫了，有的东西是需要亲自品尝的，不是闻，你闻不一定能闻出它的特点。胡云静，不许打喷嚏啊！冲着盘子打喷嚏，那就你猫品那就太失德了。我想你怎么想的，还跑我身边转一圈呢？要给我跳个什么舞蹈啊？胖虎跑那里面趴了起来，1米长的东西，胖虎一下占了一半。厉害！哟，我像在舔呢，舔那枸杞了。哎呀，我像竟然。吃了啊！我印象中，我像小的时候喂过它枸杞，就是特别小，几个月大的，它可能也想起来。你瞅那红军那个不要脸的玩意儿啊，又在那勾引路易了。它不只是勾引，还有点牵引。你咋走了呢？你不要脸的程度才发挥了不到30%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吧。
这枸杞都被他们霍霍了，我放点罐头啥的，让他们都打手了就可以了。